春夏秋冬这四季都有玩意儿。这水，夏天游泳，冬天滑冰，春天放风筝，秋天登高，秋天登高墙上，一年四季这玩意儿可多了。唯一特点有两个，一个是什么呀？都不花钱，男的玩的弹球啊，我女儿这都没，女孩子跳绳、踢毽都不花钱。这个再一个什么？男孩子出去，这老家就嘱咐这孩子，别欺负女孩子啊，他随口就带出来。所以思想，你血液里得有这概念的。大佬他也一样，对女同志要尊重。嗯。小时候，当然女的她本一根力气没有男孩子大，你打架女孩子总吃亏。那行。所以出去告诉你，别这玩意儿，别欺负这二流啊。哎，大牛二牛，现在风气不好。对，现在都谁打你，那打回去，这校园暴力。哎呀。